MIT 台湾制。县礁溪乡二龙村位于二龙河畔，兰阳的地标龟山岛就在外海屏障。这个恬静的小村落有个历史悠久的活动，历经清朝、日治、民国，无论市局如何变化，始终生猛地持续着。二龙村独树一帜的爬龙船是村人坚持传统、代代相传的文化资产，它不但创造了二龙的地方特色，也是凝聚村人向心力和故乡认同的重要因素。今年开始，二龙人还突破传统，增加女子组龙舟进度。于是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总会在端午节之前回到二龙村，和家乡父老一起投入事前工作，准备进行一场比到天荒地老，双方都口服心服才会停止的龙舟进度。一分走。农历五月五，溪水掩不住酝酿一年的烟硝味。究竟二龙河上谁主沉浮？且看今朝决战端阳。热闹的，不过可能到那个端午节的时候，这条河啊，会整个面貌都不一样。记录二龙村爬龙船的过程中，出了名的兰阳雨绵绵密密，徘徊不去，稀稀簌簌的洒落在二龙河里。除了阵阵雨声，二龙村安详静谧，时间仿佛停滞不动。我们的拍摄常常就在无可奈何的等待当中度过，不过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。有着两百多年传统的爬龙船活动，今年却有个突破传统的大创举。这个创举在地方上还曾经引起不小的讨论，可见姿势体大。要下水喽！两百年来第一次，二龙村将会有女子爬龙舟队伍，然后龙船现在准备好了，你看它已经整理好了，这所有的划桨啊都已经放好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枕头，还放了一些特殊的吉祥物哦，跟我们上次看到的不一样，因为这两艘就是二龙村准备好给女生要去爬龙舟的船，今天就要下水了，很特别，我们要参与这一次的记录。村长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我不讲嘞，今天就要下水是吧？哎，今天查某队的啦。查甫船啊，要落水啊！进前以前都没有查甫。没，我两百几年，今仔是头一摆，头一摆哦、欸，打破纪录，打破纪录，突破传统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就对了。现在都今麦时机都变了，较潮流、较自由化、啊，所以今仔是特别，我这两只查甫队的两船要落水，是不是？你某甲你一直吵你了？那为什么我不能爬龙舟？跟这个无关系，因做上做之中，我争取这江湖的正这两只两船啊，今麦就是。咱的传统已经打破纪录，哇！查某队要落去，没错、对对对，打破传统了。那来看一下这个龙舟，像它的准备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下水。那这边的话，后面是摆，这是顺风旗，顺风旗，这顺风旗，这是咱讲求平安的，做顺风旗的样子。在船尾这边，船尾在这里。啊，上面这是什么？这是车，那车顶啊，车顶啊，顶啊。
哦，青竹了，青竹了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就是辟邪，哦，辟邪，辟邪。啊，这人一般吼，那纯龙地人会偷抽，哦，厝的啦，搞出做生意，哦，啊，不管归公司的，也偷抽去，因这真好。哦，所以这是好运的旗子。对对对对，做生意的特别会会来归公司的，做生意拢真好。啊，哪讲啊？这是代表讲。一个信真公伊做生意兴隆，啊，总这拢会偷抽，跟咱唱歌同款，上尾一支，大家嘛都标一支，就跟那个我们去云南进入抢姑一样，大家都要抢那个顺风旗，对对对，很不只是胜利，而且也是一年的好运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哦，所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啊，这个哦，人拢会偷抽，偷半旗。哦，怪不得！你看那边，我们保全都在那边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外面，那边一桌保全的，哎，他们坐在这边看有没有人来偷呢？对对对，挂掉挂掉。有请保全的这个哈。啊，这嘞，这啥？这卡车，这就是教咱这个买酒，哎，这是剁手，哎，的操作。啊，这是藤子，哎，这更把绑住，这点呢，嘿，卡掉，把它绑住，因为它下水，因为这死背，嘿，啊，咱当初有不到位别人船，伊拢活背，阮这是假死的，未使直接背。哦，做架子，哎，多少做几只船啊？得关安的。女子组用这个藤绑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我这是这是两种不同的。这因为这香。香啊，这艾草是。较早讲，咱端午节有哦，咱厝的面头前拢挂香啊，香啊，都是这。这啥？这啥？啊，这香啊。香啊。哎，咱路边的香，代表讲象征就是讲辟邪。行是榕树是哦，辟邪的，所以艾草是还有这个这些榕树，哎对对对，这也跟那个抢姑也差也很像，是是是，抢姑嘛其他的，几乎每一个步骤都要有这种辟邪的，又要辟邪，就千年要辟邪，这所以咱查某人就辟邪，查某人啊，嗯，大不多啦，哎，我也是讲错话啦，哎，也讲处于安怎样弄就是，哦，就真厉害，够。龙头这边，哎，龙头，龙头前面这边嘛无讲哦，嘿，这是咱投标手哦，贵州嘛爱身体，所以这接袂靠，不多靠着，哦，所以中间也较危险，哦，比较加速度比较长一点。里面还有很多东西，对对对。哦，还草，你这草，这叫香。这上面，这草咱丢过当草。啊，为什么要放这个呢？这你这香，这别撸落。哦，它不会滑下去。滑下去。哦，这叫不会滑下去。这个蛮聪明的这样子。这边你看，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麻布袋。哎，麻布袋，这只有点阻力这样子，所以在夺标的时候啊，它可以压住。哎，那男生有这个吗？男生也有。哦，我以为是特别对女生好一点，给他这个软一点的。然后赶快，查甫要过考试。哦，女生比较不会夺标。哦，因怕。掉下来河里，啊，男生不一样啊，男生叫做腰力比较有啊，哦，身比较长。哦，今年真的是要看看到女生是不是也可以對，对对哈。可是以前呢，女孩子是连龙舟都不能来摸的，现在已经有两艘他们自己的龙舟了，哈，所以这已经是最大的辟邪了，很厉害哦。那这都绑好了吗？哎，就绑，每个桨上面都有太极的标志，对对对对对，每个都也是辟邪嘛，哈。啊，这上这送哪？哦，啊，这都是问那太极家庭船，今天都会下水。啊，就是讲这从这德国人工来抬，要人工来抬，哎，没有起降机，哪里起降机？多少？啊，这种用人工，所以要这样，都要二三十个才更完。哦，所以他这个是一边好几个人，哎，一边啊十几个。哇，这很重。很重，总重都要一栋话都1600几公斤，台斤，一个就1000多台斤了，1600多台斤。啊，今天我会一起来抬这个龙舟，让它下水，因为今天就是。这个好日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第一次在水里面会看到女生的龙船，对，200年来第一次。哎，好重。一边爱两爷，对吧？他一个一边带两个人，不然太重了，对。太重，四个人，再找10个人来。现在村长又重新再召集更多的人手来，啊，能找的都来了。好，听说啊，领长啊，有什么长的通通叫来了，然后看这次可不可以再成功。
扎扎呼呼，吵吵嚷嚷的一大阵。两百多年来，二龙村第一艘女子龙舟就这么招摇过市的开始路上行舟。妙的是，既然是女子龙舟，却从头到尾不见女子踪影，倒是老人和小孩不少。毕竟在二龙村民心中，龙舟是驱除邪灵、祈求平安的神器。制造过程和下水之前，还是有很多禁忌是女性不能参与的。仔细想想，在我眼中，这只是热闹有趣的路上行舟，对二龙村民来说，可是经过一番天人交战，内心挣扎。在开放女子爬龙船过程中，还是留下一些不干不脆的痕迹。现在那个卢主跟村长还有剩下的人，大家都又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，因为排这个龙船是一回事，然后下水好像也有其他一些不同的方法或技术吧。可是你有曾经让一条船下水过吗？我没有，对，我也在很好奇要怎么做。卢主，今晚被冲了，要落水啊嘛？今晚两准备落水，落水嘛？哎，落水，还要再抬是不是？啊，不是抬，我还没落。啊，这船是吗？这船就是吼，搭上落水时，还要搭掉啊，搭掉，休息时他搭的，主要搭不叫捞的。哦，所以要些绳子把它固定住。第二艘女子龙舟一样没见到女生，这倒是让人对女子选手越来越好奇。离端午节没有几天，两百年来第一支女子龙舟队队员到现在连龙舟都还没碰过，实在不合常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造成这种情形的除了禁忌，还有一些很女生的因素。卖个关子，先祭拜土地公和老大公要紧。这又是融合汉族和平埔族神明的仪式。仪式之后，龙舟还真的有些不一样了。看这龙船下水里啊，那感觉真的蛮特别，因为在陆地上它是这么样的不方便移动，它下水后就变得很轻，然后好像
活过来了，你知道，因为它遇到水它就自己可以浮动啊，这样子就好像你把一条龙放到水里去，然后开始它活过来了，很特别。那边好像要进行一些仪式，然后好像女子队已经来了，因为他们来看他们验收他们这一艘船。女生组就到了吗？哎，到了。戴红帽子就是女生组吗？对。有划过龙舟的请举手。没有。待会就要练习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练习，对不对？哎。那一直没有练习的原因是因为太热了。女子队觉得太热了。今天开始就练习。太阳太大。有上他们筏赛游了吗？有。都差几个系数的？45有没有？60。30啊。30。女子组这一队很坚持，太阳太大就不要滑，因为会太晒太黑。滑得快不重要，晒黑很危险。对呀、啊。要上去了吗？对呀，200年来第一次哦。对呀，恭喜你们。谢谢。所以你们要自愿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滑的好不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一定好的嘛，对。加油！要上船。来，上。对，200年来第一次破例了，打破传统，你看，上去了。二龙村的传统龙舟在竞赛之前还有很多仪式和准备工作，其中绞船是用藤条将船身拉紧，让龙舟更有弧度，不至于吃水太深影响速度。力度又称浮龙骨，将一根原木龙骨从头至尾捆牢在船身中心，避免船只在滑动时失去平衡。绞尾桨则是将船舵架上船尾，绞紧固定使用，以力掌握船只行驶方向。因为船在放入龙船错里时必须将尾舵拆下以免损坏，所以每次下水都还得做一次绞尾桨的动作。第一次下水，娘子军的动作有些生涩，态度也是嘻嘻哈哈，比男子组轻松的多了。第一次和他们对战的男子组则是有不能输的压力，向来好面子的男子队这回可挣足了面子，领先女子组一大截，还有余力嘲笑女子组一番。第一次下水的女子队虽然状况百出，输给了男子队，但是女子队也有好面子的二龙传统，相当不服输的练习个不停，还把我拖下水一起爬龙船。至于比赛的对手吗，就挑最软的小朋友队吧。你们一个小孩子啊好，给自己鼓鼓掌，好不好？你们输了，你们年龄加起来没有我们这一半的多。我们赢了。来啊！再来一次啊！预备啊！哎，喂，举手！看你罗家一拢进得着，伊也感觉较紧，咱罗去进较紧哩。我伊要变，咱罗就好讲哦。哦，这意思是哎呀，安尼做，这会当机。咱这后壁呢，就是一个对一个，安尼你这会顺时安尼嘞。一万就对，恁大家恁头前两个还搁在爱看好，唔再动者，安尼就无先动者，是不是？你若一个安尼，一个安尼，都无动者啊，歹看吼。即摆后壁搁看会搁较好。好，来，在四号就拼落咯，小鹏要牵落咯。来，开始！来了！开始！
虽然银小朋友队有些胜之不武，但是对于提振女子队的士气却有相当大的功效。于是女子与小人在二龙河上展开一次又一次的竞赛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也许这样的比赛和传统的二龙竞渡比起来没那么庄重传统，但是有机会让女子和小人体会一项只有二龙男子能参与的活动，对于二龙村传统的延续应该也是美事一桩。厉害还好吧？还好吗？对、啊，看你也流汗哦，可以哦，加油好不好？我的一船啊，整船都已经是妈妈了，还有四个是阿嬷，没有，全部都是妈妈啦，有四个是阿嬷啊，大家端午节都要包肉粽啊，对，每个人如果都给我一个肉粽哈，今年端午节会胖很多。啊，看他们这样继续练习下去的，我想他们得胜的那个机会非常非常高。嗯。耶！到！你们输了几次？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对，再滑一次好不好？真的，他们很有力气耶。奇怪，他们怎么输给我们的？都不一致。第一次滑龙舟举手。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好几次。那还输那么多次，真是。真的，用棍的不叫我啊。真的，那端午节你要来爬龙舟还是来吃粽子？吃的，还是想爬龙舟？搞不清楚，吃粽子举手。还是一样啊。边爬龙舟边吃粽子举手。你们有没有妈妈参加这次的比赛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刚刚那些妈妈厉不厉害？厉害。好，给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如果你的妈妈来参加这个划龙舟比赛，你会跟她说什么？不是，妈妈，你不要这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我会输。哎呀，对自己妈妈没有信心，帮那些妈妈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一起说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？因为一二三，加油！上来了啦，还在那边干嘛？哎呦。喉咙哑掉了。打过来，打过来，打过来，起来，起来哦！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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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五叶姐，欢迎五叶姐，欢迎他来哈！五叶姐，在在在，还有小朋友，大镜头，快点，好朋友，来来，要拔头的方法把救上来，快点，我帮你，快点，我上镜头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小心心老婆啊，好。来，很好。乖一点，很好。蹲桃，蹲桃哥啊，喂，很好。蹲桃哥啊，蹲桃哥，很好。乌啦，蹲桃哥啊，最好，可以。谢谢哦。你被坑了吧？帮助小朋友蛮好玩的，从头抓起来。蹲桃哥啊，蹲桃哥啊。好，谢谢哦。龙舟已经下水，接下来应该常常会见到二龙河上练习的队伍。尤其在太阳下山之后，怕热又怕晒黑的女子队应该会练得勤快些吧。另一方面，二龙村里还有一群人为了龙舟竞渡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。
尾金丝团，我第一次舞狮，好累。哇哇，帕杰破案了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刚刚，大友，你看我刚刚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哎，什么感觉？哎，挺好的，很好吗？哎，这是宜兰金丝团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宜兰交替乡啊二龙村的周阿伟，周阿伟金丝团。我跟你讲，舞狮舞完以后啊，马上你就没有力气讲话。要现在可以。后面这几位是？后面这几位啊，哎，都会嘛，对？都会。你几岁？16。你几岁？18。18，你呢？15。是15、16岁做狮尾的。然后比较老的要坐前面的。没有啊。台湾你几岁？我66。66。哎，那你刚刚坐前面嘛，头嘛。是啊，是啊。那你舞这么久，你不会准备呛啊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你学多久？我学差不多50岁几。那他们呢？差不多十多年。哦，十年了。哇，十年做狮尾，其实狮尾也蛮难的，对不对？你刚刚会不会觉得做我狮尾很辛苦？不知道我在干嘛？不会，真的、哦。这边呢，这边应该跟着狮尾跟狮头不同在哪里？好像都不要跳什么，只是蹲的比较多。跟着他的脚步要。哦，很厉害。可是这边的大家的师傅，这边的人都还没学会吗？都还没学舞狮吗？有啊，都在学呀、啊。哦，都看起来比较年轻哦。对啊。这几岁？你几岁？15。你学会？你有学会这个吗？刚一点点，刚学的，15岁。哎，这边好像平均都是15岁。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个真正老师傅嘛，老师爹都为真正大家的师傅。师傅是这样，老师傅贵姓？姓我，姓我，我啦，我，哎，我，你好，我姓蒋，蒋，对。师傅，这个是什么诗？不是有这种有分吗？广东诗还是什么诗？这是什么诗？青头狮，青头狮。哎，哦，这青头狮，我拢加减破沙啦，三不能狮啊。嗯。还是做伊老爹拢做狮头的处理，就是这个反应真好。哦，像这是青头狮嘛，青头狮哦，青头狮。端午节，二龙村在划龙舟的时候，哎，出来吗？开始的时候人，因船要出的时都爱人啊啦，但是在岛上，甲你破沙就对啦，讲这有无破沙人塞就对啦。这是台湾传统的青头狮，和现在比较流行的广东醒狮比起来，造型没那么花俏，但是头顶画着有八卦图案，形态威猛，在镇煞驱邪方面据说特别有灵效。而且台湾狮着重舞狮者的身形脚法，非有一定的武术基础，没办法表现他的勇武灵动。这位吴老师傅今年76岁，50几年前受聘到二龙村教授太祖长拳，同时成立周宅伟金狮团，平日练武强身，节庆的时候出团，增加热闹气氛，也是二龙村龙舟竞渡的重头戏之一。开光点睛是传统龙舟竞渡开始之前不可或缺的仪式，其中开光乃是指神像或各种灵兽，包括石狮、石龙等，以及各种船只，包括端午节的龙船、宋王大典中用的王船，几乎所有拟神化或拟人化的东西，正式启用之前都要隆重举行开光仪式。进行这个仪式之后，这些东西才有灵，才能够庇佑人们渡水的安全。点睛则是在开光仪式之后，由村中耆老或地方士绅用毛笔沾朱砂点睛，也是赋予龙舟灵力的意思。你们练多久啊？你蛮久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可以拉，可以劈腿，这些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看看吗？好。哇！
再下，再下，不可能，再下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样子要练多久？大概一年吧。一年呐、啊，一年就可以练成这样子。第一次做到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这样练的。对啊。哦。进来都要这样练。身体有不一样吗？有。是哪里不一样？嗯，身体比较好吧，练这个身体也很好，感觉上好像比较有自信的感觉。对，蛮厉害，真的蛮厉害的。像你刚练的是什么？你刚表演的是什么呢？那个长拳。长拳。亚奥运的规定动作。可不可以看一下？因为刚我很多人在表演的，我不在看你练的那一套长拳。哇哇，厉害耶！我不可能的，我要这样翻可以吗？不可能。对，要练很久。对啊，因为你刚是等于说在空中旋转一圈嘛。对，麦哥是叫我试试看，我不可能的嘛。我可以练什么简单的吗？简单的，长拳的话，如果说我要从长拳学习，我基本要先踢腿。踢腿怎么踢？踢腿就是正踢腿啊。正踢腿，脚踢高。啊！啊！膝盖不能打。好像还要正踢腿，对，还有别的有什么侧踢腿吗？对，内摆，还有外摆。哇，这个不要试好不好？我怕等一下会受伤。这是怎么开始？就一直每天放学就这样练的？对啊，练习刚开始都要这样练。一开始是要练多久？比如说每天？对，每天都要练。练多久大概？就是持续，不管练多久都是要持续。真的吗？蛮厉害的。如果我一个礼拜每天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。现在我这个年龄还可以吗？比较困难。大概几岁开始练比较好？越年轻越好吗？越年轻越好，筋比较会，比较松。比较松，对。蛮厉害。那些学弟他们会吗？正踢的都会是。会。好，那我会。我可能今天练太迟了一点了哈。不过可以在家拉拉筋了，这样对身体比较好。对你越来越尊敬了，小师傅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奥运选手。真的，好厉害哦。好不好？给黑盾牌。这几下花拳绣腿真是贻笑大方了，和小师傅练拳十几年的身手相比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早年台湾社会不同族群、不同聚落之间的民众，经常为了耕地、水权等等问题彼此械斗，因此社区民众大多会操演拳术、兵器和各种阵势，练武强身，保卫乡土。二龙村周宅伟地方从80几年前就开始外聘教习，到村子里传授武术。几十年来，不同的师傅带入南北拳路，丰富了二龙村的武术面貌。而传统的尚武精神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。难得的是，二龙少年对武术的热情不减，舞狮、练拳，一切都为了端午节二龙进度当天展现成果。进香是龙舟进渡开始前举行的仪式之一，目的在祈求比赛过程顺利平安，人员无恙，同时也期望来年风调雨顺。进香前先有一请拳的礼数，再以盘子装着十几个香头先碰触龙头后，再分别由全体的桨手一一接手绕行一周。仪式过程中完全不能有女性参与，以示洁净。来，师傅。哦，这边都已经，上面都已经完成了，是不是？重修的二龙传统龙舟已经进入最后的彩绘阶段，和木工师傅敲敲打打的热闹气氛完全不同，也没有炉主在一旁紧迫盯人。彩绘的工作全部落在一位沉稳的年轻人身上，他孤身一人静静的工作，气氛显得庄重冷清。年轻人显然是耐得住寂寞的，若非如此，还真无法长时间待在这里。像这样的话，还要待做多久了？差不多还要做4至5天吧。4至5天哦。对。哇，那蛮久的。对。因为连那个桨都要画。哦。桨要画桨。我好像没有画过一幅图超过
两天的，嗯，所以我这个人比较不细心，就这种事要花很细心就是了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在想，后来我发现是因为你这个龙看起来就只有铅笔，可事实上你是要全部把它重画，是 是，因为你只要移的位置，那个整个颜色都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外观里面都要画，里面也要画，里面也有纹身。你说这个蓝色吗？对，里面这个都漆过了，里面。哦，蓝色重新漆过就是了。可是像这样漆的话，比较像是上色而已嘛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对。哎、欸，可是这个桃子是重画的吗？重画的，这个也是，葫芦也是。哦，其实这应该是我们人那个爬龙船的选手蹲的地方嘛。哈、欸哦，那这样的话画这样两个这样花多少时间？还有包括把这个全部重漆好，差不多花了两天的时间。哦，这样就花了两天的时间了。对，嗯，这里面就两个工作天了。那等于说这个船舱的部分已经完全几乎完成了。对对对 对，只有旁边的这个龙还要再重新再彩绘上去。嗯、哦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来的话，等于就是还剩下大概三四个工作天，整个是要做船的底部，嗯、还有等于说最重要龙的主体这样子。是是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那个图我搞错了。哦，这是龙头，对不对？就这样贴上就好了。对 对。这好美容胶布、哦。对对。你是怕伤到船身的？是的。一开始是怕说这个漆会被，因为有的胶布是很强的，黏的，你一拔下可能漆就脱落了、嗯，你要重漆。再把它粘上去，这样子。我就是把它先那个固定。嗯哼。因为这个是你之前已经描好了嘛，哈。对。这一幅图是用铅笔先描上面那个祭典用的船上面的牡丹花。对对。描好以后，你再把它贴在这上面。对，然后再用粉。啊。粉把它打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所以上面很多洞。对。这个洞是之前就打好了，是吧？对对。很多小小小小小的细细的洞，就跟着你描的线。打一个这样动，嗯，这有什么特别意思吗？你说要用粉哦，你用粉试试看。用粉它就会过那个洞嘛，哦，过那个洞以后，它那个我那个粉就会印在那个船的上面了。这个味道是不要问，痱子粉嘛？对对对，用痱子粉先，对对对，做等于说素描在前面，对对对。用痱子粉，对，很好了，以后它那个里面就有那个点的，哦，是那个它那个都出来了，哦，这边就可以看到，因为它是上面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所以你在拍的时候把痱子粉拍到这个上面去，是，对，然后再照那个点画，哦，然后再拿铅字笔，对，顺着这个虚线的痱子粉打出来的虚线画，对，很聪明哎。把它吹掉了，那这泥画好了吗？对，没关系。哇，你看这样完全看不出来之前是描的，感觉上好像是直接用手就是画上去的哈。是，哎，很聪明。赖师傅是下二龙人，和我同年，但气质要比我稳健得多。七八年前开始学画，经过村中长者测试，终于有机会在今年龙舟大修的时候。一展身手。由于他的手艺和态度很受肯定，所以卢祖让他自行工作。只是卢祖万万没想到，还会有外人来插一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他这会重涂过去。所以为什么我帮出一开始是比较好，因为先把绿色是最底线，所以我先把绿色的涂好。像我这边画到了。可是最后他会画红色过去，所以没关系。但是如果有卫生纸，借我擦一下。这第几遍呢、啊？嗯，第一遍。第一遍嘛。对。大概像这龙头的部分要画几遍呢？我觉得要四五遍，就一层一层上去这样。对对对。因为那二龙村这边的龙船的龙头跟全省各地都不一样。对对对对。对不对？那你有画过其他的龙船的龙头吗？没有。就这种的。对。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比较好画。哦，他们那种比较好画。他们那个已经那个形都已经出来了嘛。嗯。他们那个头啊，头都出来，脚什么都出来了。嗯。只要那上色就好了。
哦，因为它已经雕塑出来是一个龙头了，對對對，你只要把颜色涂上去就好了。對對對，但这个你是要画出它的样子來。我们这边的船是那个，都是那个属于那个平面的，嗯，你就要把它画出来。哦，龙头部分会比较难画。对对对，因为都要照它那个要直嘛，嗯，还有那个点呢、啊，嗯，点那个线面这样子。哦，因为其实这个龙船的两旁是比较多你的创作嘛，比如说龙它的鳞片的大小，或者是龙它的厚度、它的宽度，但是呢在这个龙头的部分是要比照它传统的样子，是是，所以最主要是它的比例，还有它原来的形状不能走掉，对对对，所以这等于上一遍以后就是等它先干就对了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就直接再画这边的太极，太极对不对？以前就是这个形状，对，这个会不会特别难画？对，就很难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画得很圆嘛，嗯，然后那个、啊、你是用圆规画的？没有没有，你是用手画的吗？我用那个瓶子画的。哦，你用瓶子画？对，用瓶子把它描出来这样。因为你要转这个地方的、嗯，这个要转嘛，嗯，要照这个线条转嘛，嗯，两个都要一样的，嗯，中间还有两个点，就是要把它做平均就是了，嗯。那、啊、有没有想过？后来自己要回来画这一艘曾经爬过的龙舟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对，哎，所以这一次你画这一副龙出来给他们看，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会获得这边的卤主或是村长的首肯，这样说。对，后来答应了你，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是跟那个安利斯公布的那个不离好运的，好运哦。虽然有压力，可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，就是。对对。哦。我也是第一次画龙舟，对对啊，我有看过龙舟比赛，但是也没看过这样子的龙舟，这样子的龙船，对，它比较传统一点，所以从你小时候到现在也没变过。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画什么？最喜欢画就是龙，最喜欢画龙，对，就是我们现在画这个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二龙村的人。哦，因为你是二龙村的人，所以哎，有可能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喜欢画龙，对。那今年的端午节会回来这边吗？非常会的。你会为下二龙加油吗？当然的。真的吗？我真的。这样的一艘龙舟，除了外观的彩绘，还得上底漆防水，层层涂布，确保它美观耐用。虽然没有人盯着它，但是身为二龙村人，背负着村中父老的期待，赖师傅的压力不小，一点也不敢马虎松懈。我窝在一旁，一幅画已经接近完成，而他还得工作好几天。我的画只要自己满意就行，他的工作则得确保新船在端午当天亮丽登场。当然，即使没有压力，我也可以感受他把对家乡的情感、认同全部倾注在眼前的工作上，这是我的画纸没办法表达的。靖港标又叫靖标旗，是一片平布，收上绿色花边，旗上写着吉祥字。这是二龙竞渡夺标的对象，也是竞赛双方最看重的奖品。每年都有人来索取靖港标，得到标旗的人一年之后必须还愿，另做两面旗、打金牌、挂香烟等物品，连旗偿还。旗上绣有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字样，据说可以庇佑事业顺遂、阖家平安。二龙村龙舟竞渡在礁溪乡公所的辅助下，增加了全乡团体组队参加的项目，所以场面更盛大热闹。这些队伍使用二龙的传统龙舟，采取的也是二龙爬龙船独一无二的桂枝划桨，这个延续了200多年的龙舟竞渡显然已经向外扩散它的影响力。这条河已经不再只是二龙村的二龙河了。
更特别的是，今年新加入的女子龙舟队已经有模有样，虎虎生风。这是突破传统的创举，相信这也会是新传统的开始。当然，最受欢迎的还是没有裁判，非比到天荒地老、口吐白沫为止的传统二龙竞渡。奇特的比赛规则、深厚的文化根源，创造了二龙村民众的内聚和认同。这样的认同，又让爬龙船与众不同的传承下来。相信每年端午，二龙河上始终会传出“不服输，再比一次”的喊叫声，直到天荒地老。